现在在，那我先讲时间，现在是7:45，错，我们团队已经要好了早餐，那现在已经到了现场，现场是哪里呢？这里是槟城居路 Auto City 的 SkyTV 哈，是吧？好 ，SkyTV， 然后你看，蛮漂亮的气球，他们说他们会。为100粒气球充气，我觉得应该是会给小朋友吧，或者是开幕仪式，我不晓得，节目是义工，看大家做好事，那就义工，然后来帮忙。今天应该是有，我们会派出1500个书包，那我觉得人数应该就是2000-3000人吧，再加上爸爸妈妈、家长，对不对？那。请看我们的你看我 DIY 的呢，我们的 guest book 不晓得会用几本，哇，用几本好多，看明明就不晓得会用几本， OK， 还有来用机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一个初步的样本，就是我的专辑的一个初步样本，看到没有？南博尔、主谋、帮凶三个好事之徒，好。然后看，对呀、啊，在哪里呀、啊、？C， 这就是我们的照片，一些作品。OK， 漂亮吗？这是其中两组，还有另外两组是。然后后面有什么呢？后面是我啦，哒哒，看到吗？有，然后另外是，很好看吧？不赖，哈哈。看，我们有风景专家，我们有昆虫专家，我们有这是我拍的。洗碗盆专家，等，不是啦，是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拍一些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看，比如说我吃葡萄，吐葡萄皮或者是扒葡萄皮，然后一大堆葡萄在那里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拍这样子比较随意的，而不是去设定主题的去拍。那这些我拍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子。那我的好色之徒他们就比较专业啦，他们会经常带着相机，可能整大背，然后几十公斤这样子去寻找一些猎物来拍，这样子。你看，这是百合，然后来，这两位男人是，我们看到他们的身材，1号、0号，不好意思，1号是肯定要瘦的，1号是要瘦的，所以他是耐盖。Hello。然后0号是Mr. Lau。可以啦，没错啦，安格拉啦。我去安格拉。讲一下自己呢，我是安格拉。OK 啦，安格拉。年轻啊，你看穿衣服多么变化，哇！当然我们拍 postcard 的照片呢，不是全部都是摄影占有的，所以有一些是摄影占有的，有一些是 postcard 占有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摄影作品。其实我要讲一个东西，我们第一站。上个礼拜我们在科大厅那一站的那个加油站是我们的摄影作品，其实是用安格捞，他们用线拉，然后把我们的作品挂在线的。然后现在你看，我们就直接贴在这个，我们叫什么？对啊，你看，我们就叫这个拉门，酷吧？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就是时时刻刻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我们都还是有机会把我们的作品秀出来。秀给大家，秀怎么秀出来呢？因为拍摄自己留着也不是一种分享，最主要是要分享。因为有时候跟音乐一样，我写歌自己讲故事嘛。那拍摄也是一样啊，拍一个心情，你看多难得的一个表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们拍风景，我觉得也是在记录一个天空还是一个风景的表情，都是在。
记录嘛，然后记录，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有时是有故事的，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分享，让更多更多人能看到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。继续回去，哎，那你好。那我今天我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会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希望也可以跟小朋友来一些互动，像我们唱唱的歌这样子。做善事啊，我们一定要支持，除了自己做善事之外，我们也是要大家互相鼓励支持啊，做善事。那行善就是多多益善啊，哈，然后希望今天大家会有一个我们自己啦，我觉得人就是你帮人家，我觉得自己获得会更多。那希望大家多多帮人家，那我们自己多多开心，收获多多，谢谢。小女